蔡昌宪操刀主罚。他一直在思考。追角球进 ，GOAL，GO！ 啊！啊！选择不踢上面，踢下面。对，这一脚呢也是够刁钻呐。哇，这样手把一臂要进的压力。对，赵一兰这一球如果无法踢进的话，就是要由红队获胜。赵一兰这个球也空进。现在轮到的是红队的第二棒啊，廖允杰。廖允杰起脚箭 ，G O L Go！ 非常的位置哦，也算是很刁钻了，他就是要往下，就在一个中段的位置，所以呢，也让他一下子也不知道飞到底往上还是往下。轮到的是林靖伦，林靖伦这球被挡出来，小不是两分，小不是，小不是两分，所以呢，无人制足球赛经过了 PK 大战，是由红。精神就是，你们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谢谢老大。我们中间经历了这么，真的是深渊到谷底的一个低潮。加入了昌宪，加入了彦君哥，我觉得我们团队的练习跟整个团队的完整度非常完美。你没有走到最后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还有多少潜能可以去开发，影响更多人说。我是做得到的。